吴磊不愧是内娱最强大直男。想不想写一个吴磊式的三好结婚？吃了什么没有？今晚就出版。你好，吃了吗？再见。倒也不至于有如此之强的胜负欲。我的左脚有钢钉，我有钢铁般的意志，我脑子里有泡。我的名字里面有颜色，紫，无色。这网卡的多少有点吓人。人呢？去哪儿了？这是？哎呦，闪现！哎呦，闪现！我在呢。搞笑男和搞笑女直播玩投壶时，来吧，我可以，我准备好了。来，你先投。我投了，我失败了。啊，我来了。来吧。谁是你的老乡？哎呀，这还能谁吗？平台子。贝尔梅西。我来了，我进了。What the fuck？被吴磊的军训式喊话镇住了。那边冲，这边从那边开，开冲，这边快，再再杀进大旗啊，一二三，杀进大旗。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进过网吧，但我拍这个戏我进了，我特开心。我第一天当那个场景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快乐。哇，全都是电脑。说自己穿得很商务。很商务？就是你买一个商务的 pose 吗？你是一个成功人士吗？啊，对。露丝哭得有多惨，吴磊就笑得有多开心。给他开机了，每天都开机，吴磊是马蜂吗？特别好，我怎么能让马蜂呢？那我还在想你为什么那么冷静，因为我在演戏啊。前一秒还在让大家不要刷礼物，下一秒大家不要送我，下一秒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，感谢宝剑锋老师送的梦幻城堡，谢谢那个文哥的衣服啊，我的好大弟。狠起来连自己都对，知道自己是摩羯座吗？我是傻子，我不知道自己是摩羯座，我好歹也是个年轻人，我怎么可能连自己星座都不知道？我活在远古吗？回应弹幕，终于感觉吴磊是个男人了。以前我是个女的吗？我以前是有多不是个男人？吴磊看起来高冷，实际上是一个自来熟。的确，我是个非常高冷的人，高冷到下个问题我就做。还有谁没看过吴磊女装的样子？叫住我！大哥，好巧啊！好，我是李逍遥的亲妹妹，李瑶瑶的扮演者吴美丽。你看我聪明伶俐，可爱大方，这个呢秒杀我们剧所有女主角啊！痛死我了！炸了，李晓！拜拜，拜拜。李兄女装的样子十分漂亮，介不介意让本人为你画一张肖像？哎，他哎，算了，这种黑历史啊，掉粉啊。吴磊模仿大可汗，简直一模一样。妈，老师这里有一个那个，对，妈，哈哈哈哈，那个，你这个孙，真是我的好大儿啊！直接吓到失去表情管理。